机会，漂亮！新中超就看咪咕，看中超上咪咕，看中超上咪咕，看中超上咪咕，锁定咪咕视频与移动高清，锁定咪咕视频与移动高清。咪咕视频和移动高清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晚上好！欢迎通过咪咕视频和移动高清来关注到2024华人怡宝中超联赛第三轮的比赛，上海海港来对阵河南俱乐部九组杜康的比赛。今天在演播室当中呢，还是非常高兴有请到李彦指导，我们一同来分享今天的比赛。李指导你好，大神你好。今天呢，其实我们一起来关注到上海海港来对阵河南队的比赛啊，这场比赛呢，其实呢还是我觉得非常好看的，因为上个赛季两个球队啊算是结下了一些梁子。对啊，上个赛季呢，实际上我们说上海海港作为冠军啊，实际上表现很好，但是呢，他们30个丢球当中啊，可能有5个都是来自于河南队的啊，所以说两支球队这个上个赛季有一些渊源，而且河南队这支球队呢，一直以来我觉得面对强队总能够制造一些麻烦。其实河南队有一句口号，专治各种不服，这个不是白给的，是。所以我想这场比赛呢，对于双方来说，可能又是一场比较艰难的比赛。没错，刚才其实大圣提到上个赛季的交锋，但是这个赛季呢，两支球队从人员的结构上都是有所变化，没错。包括主教练也是做了一些调整，所以看看那两支球队磨合的怎么样。再加上呢，有一点。就之前的国家队的这个比赛日啊，海港呢有多人入选到国家队的，没错。这场比赛呢都打了，都打了，都打了。这个身体的情况怎么样？而河南队呢相对人员少一些，王上源的这场比赛没让他打，是啊。但是呢，这两支球队从前两轮的这个表现上来说，进攻上确实还是蛮有特色，而且确实蛮有实力的。这场比赛呢，另一方面就是要看看两支球队的这个防守是不是能够把这个盾。真正顾起来，没错。所以说，像李指导说的，两支球队的主教练、似乎对待国际比赛日的一些国脚的使用，这个想法有点不一样。对啊，今天的话，其实这个之前停赛的黄瑞峰今天来搭档德尼奇来首发，而上海港这边呢，除了可能说一些伤员的情况啊，其他的一个国脚的这种征召呢，都是来打的首发的啊，所以说其实整体来讲，的确在这一个处理上，可能穆斯卡特和南基一这个处理的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其实这个处理呢，我们从今天海港的首发阵容上来说，它既大胆，又保守，又保守，就是这些国脚呢，可能相对比较疲劳的情况下，依然是坚持首发了。但是大胆的就是我们看鲍世萌这个小队员，从来没有在中超的这种经历。今天有可能是首发打这个左边后卫，看看这个小将的表现怎么样。另一方面呢，其实在这个边后卫对于新人的这个使用上，我觉得穆斯卡特呢，对于王振奥新来到球队的也是敢大胆的用，把王申超呢按在替补席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看点的。没错。所以说呢，两支球队在上一轮的比赛呢，其实呢，上海港这边呢，相对来说因为战平了浙江，当然上一场奥斯卡因伤没有打，所以说呢，现在呢，上海港只拿到了怎么说4分。对于海港队来讲呢，感觉有一定的要求，但是呢，这个成绩也是不是不可以接受的，目前排在第5。而对于河南队来讲的话呢，目前排在第11。前两场比赛，客观讲呢，对手不是很强，但是两场平局。不过呢，我看了一下上一场比赛河南队的比赛。优势蛮明显的，对，实际上这个他们半场包括整场的这个射门数都是制造了他们在中超联赛的队史最多射门，其实威胁的进攻很多。所以刚才我提到这两支球队其实进攻都打得不错，刚才其实大圣提到的河南队的进攻，几个外援在前场的这种作用是非常突出的，而且呢，我觉得作为锋线上包括后腰位置上的这些外援的。互相之间的这种技术类型呢，能有一个很好的弥补。是，那这样的话，其实在前场我就觉得进攻上打得比较丰富。没错，买赛事同款上咪咕商城，中超新赛季火热开赛，咪咕商城上新正版小黄人足球，使用热贴合工艺5号标准球，专业性强，颜值与实力并存，原价199，现价179。限时折扣，喜欢的朋友们可以点击手机右下角的红色购物按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可以进行选购了。还有海量的正版足球周边尽在咪咕商城。
我们聊到了上一场比赛啊，实际上上一场比赛的上海港面对浙江队打的我觉得也比较艰难，因为浙江队上一个赛季表现也不错，这个赛季呢在人员上虽然说有一些变化，但整体也还不错，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上一轮啊，奥斯卡没有打，可能对于球队的影响蛮大的。对，确实浙江队呢也是一支比较有特点包括打法比较熟练的一支球队，所以客场作战呢其实对于海港这边来说势必也是有一些困难的，再加之奥斯卡如果不打的话，我们经常会说到海港这支球队有奥斯卡和没有奥斯卡在的话可能要差一个档次。是，其实奥斯卡在中超的这几个赛季对于上海港来讲相当重要，最近的七个赛季的话贡献了61个球，还有109次的助攻，从这个数据上来讲的话制造了将近200球的啊，七个赛季。对，这场比赛呢其实我们看和浙江队互有攻守，但是呢海港前场机会呢确实也不少的，对，只不过最后转化率上显现的不是那么的好。没错，今天呢还有一个相对来说我觉得有点变化的，就是他们的后腰如萨今天没有打，而是启用的是齐塔迪尼。当然如萨呢在赛前也新发布会上也没有提到他有什么伤病。是啊，如萨呢和齐塔迪尼感觉类型呢还是比较接近的，今天这个比赛啊我觉得搭配杨世元的话相对还是比较合理的。对，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可能河南队这边呢进攻还是比较积极而且比较有效的，杨世元属于一个能拼能抢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动作的这个幅度收放的不够自如啊，但是呢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作为后腰来说是需要有一些比赛的强度和硬度。没错，杨世元呢其实出道也有几个赛季了，当然中间可能伴随着一些伤病，他实际上整体来讲还是一个有一定强度有一定硬度的这样的后腰球员。再一个呢就是在国际比赛日期间古斯塔沃似乎伤病的情况是有所好转，今天也进入大名单了，有可能在锋线上古斯塔沃也可以作为一个后手。对，其实我想对于海港这边来说可能要比河南队后手来的更多。对，几个伤愈复出的队员古斯塔沃、奥斯卡包括徐昕都是能够坐在替补席上，而河南队这边呢可能我们比较值得信赖的就是王上元了。王上元，所以双方各有后手，就看看这个上半场的这个节奏以及战况怎么样。没错，当然国际比赛日回来呢我们不得不提一下这个国际比赛日当中表现出色的吴磊了。吴磊实际上在国际比赛日当中表现出色，在整个的可能预选赛层面数据在国家队也是非常优秀的，当然在中超联赛方面吴磊这个赛季第一场比赛就有梅开二度的表现，也是发挥不错的，所以说其实吴磊通过国际比赛日包括通过他的这种长久以来我觉得较为稳定的发挥，虽然说可能会浪费一些机会，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吴磊来讲仍然是现在本土球员当中最有威胁的。虽然一直诟病他的最后一脚，但是呢他的成功率依然是在我们国内球员当中属于顶尖的。顶尖的。而且呢我觉得作为吴磊来说他的跑位是做得非常好的。是的。为什么能获得这么多机会和他的优秀的这种跑位是完全分不开的。没错。镜头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徐昕，其实之前呢可能徐昕啊、李昂啊、李帅啊据说都有一点伤病。对，但是好消息就是徐昕和这个李昂今天都是能够进入名单的，但是李帅肯定是打不了，所以说才有了小将鲍世萌的首发。对。而河南队呢在上一轮啊则是打出了非常精彩的比赛啊，2-2战平了梅州客家。这场比赛呢其实河南队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2-2的一个比分呢可能会多多少少让球队有一些不甘心啊，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河南队在上一轮的表现。开赛前两轮呢其实河南队都是先进球的一方，但是我们说进攻做得好的同时这支球队是不是能够把防守做得更完善一些。是，其实纳萨里奥的整个的表现呢是非常不错的，当然这场比赛呢李宁啊这个助攻能力是很强。对啊，实际上呢两个进球跟他都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整体来讲河南队啊
这个机会是很多啊，机会是很多的。可能因为咱们这个短的集锦呢，没有办法完全的把河南队的一些机会都展现出来。这场比赛实际上要不是程越磊的高接低挡啊，可能河南队是一个大比分的胜利。对，包括第二个丢球呢，也是守门员出击的一个明显的失误啊，这个其实对于球队的整体的打击是来的比较大。是，这个球其实很漂亮，漂亮在哪呢？就是王上源一脚出球直线的这一下，嗯，没错，在禁区附近呢，需要做一些简练而且具有攻击性、冒险性的一些传球，嗯。这是科维奇的一脚啊，科维奇这脚球其实打的也是，我觉得八九不离十，对，差了一点点。新中超就看咪咕中超赛季包，128元优惠价，畅看2024中超全赛季，焦点赛事不错过。中超会员还能够赢取球衣、周边好礼，更有中超现场门票等你来赢。活动即将结束，竖屏模式下点击中超会员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整体来讲呢，其实河南队呢，我们一直也聊到啊，这支球队一直以来就是对强队有着不错的表现。再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这支球队啊，非常善于发掘一些性价比的球员。哎，你看现在纳萨里奥，现在阿奇姆彭不用说了，是中超的老面孔了。对，像纳萨里奥，我觉得现在这种组合会让我想起谁？伊沃加巴索戈。哎，他有一点这种稍微弱一些的，弱版的，弱版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他前场这几个人啊，嗯，外援之间的这种互补性来的比较的强，是，科维奇呢，我觉得基本上是属于比赛特别有强度的一个前锋，嗯，能抢能冲，而且呢投球的能力，身高不高，但是能投球的能力是不错的。纳萨里奥呢，前两场比赛一看就是踢法很巧。而且呢，确实这个对于足球的这种理解是做得比较不错的。是，阿奇姆彭刚才也说了，这么多俱乐部打下来，其实他的速度一直以来对于海港这支后防线，这种冲击一直是非常大。没错，纳萨里奥实际上在前两轮也是有两个进球，而且第一个进球，赛季的第一个进球，也是非常漂亮的一脚这种吊射啊，这个对于场上的一种形式的解读都是非常出色的。再加上我们说像科维奇这上个赛季球队的这种最佳射手啊，再加上德尼奇在中场的这种串联和作用，实际上也是非常有用的。这边我们也看到了纳萨里奥他的一个数据。这个赛季的6次射门，2次射正，啊，一个进球，啊，这应该是之前一场的。嗯嗯。纳萨里奥整体来讲的话，他的这种能力啊，包括组织性啊，包括解读能力啊，都是相当出色。对。再加上我们看到后防线上的麦达纳，来自于巴西的高中卫，黄子昌今天也是首发来上场。实际上呢，两支球队啊，我们说这场比赛的关键性不用多说了啊。河南队呢，可能因为国脚的征调相对少一些，少一些，准备的要充分一些。而且呢，河南队呢，在这个国际比赛日啊，他没闲着，进行了2场热身赛，其实表现呢也都是不错的，赢下了陕西联合，赢下了武汉三镇，2场比赛呢，1场是3-1赢下了陕西联合，另外1场是2-0。完胜武汉三镇。所以说呢，其实整体来讲，我觉得河南队这支球队，不管是比赛的这种布置、比赛的准备，还有间歇期的利用啊，球员的整个的这种搭配，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上海海港来说，千万不能大意的。对，因为这种2周的间歇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除了国脚呢相对身体可能比较疲劳以外呢，我觉得这个间歇期对于主教练的考验也是蛮大的。没错，因为如果一旦前几场比赛打得比较顺利的情况下，有一个间歇期，或许他这个状态就是往下走了。哎，但是呢，像河南队前2场比赛都是平局的，所以我觉得，他的精神的这个紧绷性是应该是有的。没错，而且通过热身赛呢，我觉得一方面是保证一个体能，另一方面呢，加强一些前2场比赛出现的一些问题，做一些修补、解决。对啊。接下来呢，要提醒大家，本场比赛呢，我们将会开启冲榜得门票的福利环节。点击直播页下方的冲榜得门票按钮，购买打赏券，
就可以参与中超周边的抽奖，在本场的直播间当中送出礼物，即可累积尻值。两支球队对榜第一名可分别获得该队的中超第四轮门票两张。本次的福利活动呢，将在本赛季全部中超比赛当中进行开展。想了解更多的活动规则啊，可以点击冲榜得门票按钮来进行查看，千万不要错过了。也是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咪咕视频和移动高清整个参与和组织的活动当中。纳萨里奥呢，这名球员啊，前两天我看了一个采访，还挺有意思的。他说希望带领河南队啊冲进亚冠。啊，其实我们说之前呢，河南队，我们说，在中超也绝对是一个老面孔的球队。对，一直以来呢，虽然说在前一段时间，可能前一段，几个赛季遇到一些困难啊，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还是稳定下来。包括这支球队整个的这种经营啊、健康性啊，包括一些投入方面，曾经的话也打过亚洲的赛场。是，其实我觉得作为这支球队来说，提出这样的一个目标，当然不是俱乐部提出来的，球员，球员提出来，我觉得是比较好。因为一支球队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如果缺少目标的话，走到后面会觉得很迷茫。从头就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可能大家都是往一个方向去走的话，或许是能够达成的。还有一点我要提到的，就是河南队这个赛季，其实我想不单单是人员上的一个变化，在变化的过程当中肯定是想要拿到一个好成绩的。为什么？因为李玮锋做了球队的经理，没错。李玮锋，我们看在天津的时候，在更衣室的那段话啊，其实他对于整体球队的这个管理，包括一些技战术上的要求，当然技战术上未必他能够越权，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整个球队的管理，一旦做得好的话，俱乐部不出现什么大的波折，这支球队应该说竞争力还是非常强的。是的，李指导刚才提到了，就是李玮锋，其实包括他们的主教练南基一，因为李玮锋当年也在 K 联赛踢过球，选择一个韩国的教练，我相信，这些都跟经理的一些思路啊一脉相承。对的，啊，所以说整体来讲，我觉得河南队应该在整个的思路方面、人员的引进方面，包括整体的打法方面是比较统一、上下齐心的。而我们再来聊一聊上海海港。其实今天呢，我比较担心的还是对于小将鲍世萌的一个安排，因为我们说王申超占据右路多年，这个今年的话，王振奥啊，我个人觉得也有一些攻强守弱啊，再加上一个新人打左边的话，那两个边后卫，我觉得还是蛮让人担心的。要知道这边黄子昌曾经也是成名许久，上个赛季六球四助攻，再加上阿奇姆彭的冲击，我觉得这两个人压力挺大的。作为一个小将来说，一下子出现在首发阵容，首先呢，我觉得教练对于他这段时间的这个训练，包括之前在游系列的这个比赛当中表现是认可的。当然刚才大圣提到的这两点确实是比较重要。像阿奇姆彭的这种速度，对于小将的这种冲击，不管是身体还是速度上的这种劣势，怎么样去进行一个修正弥补。当然我觉得不单单是他，可能身旁的这些队友是不是能够给到他精神上包括在场上的足够的这种支援也是非常关键。是的，因为黄子昌和阿奇姆彭，我相信他们可能会频繁的进行变化，不仅仅可能是面对阿奇姆彭啊，或者是黄子昌，再加上主要是经验啊，就是经验上的缺失，我觉得在这种大比赛当中，中超的这种舞台上来讲的话，一定是要重点去看一看的。其实我觉得作为小将来说，可能上来踢一些简单的球，包括传接球方面，尽可能的减少一些无谓的失误，踢顺了以后，看看攻防怎么样去把控这个时机。当然上来我觉得一方面是能够保证成功率，另一方面呢，把这个防守的位置能够牢牢的站住。的确，再一个，在河南队中场这边呢，他们合着三场比赛用了三种不同的组合啊。第一场比赛呢，相当于是这个王上源加黄瑞峰的一个组合。对。第二场比赛呢，因为黄瑞峰停赛了，用的是王上源加德尼奇，德尼奇还取得进球。这场比赛又成了德尼奇加黄瑞峰啊，因为这个王上源的这个可能国际比赛日相对来说比较疲劳，对啊，所以说整体来讲，我觉得在荷兰队的中路方面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比较稳定的轮转，也未见得是坏事。对，看看不同的一个搭配的效果。有的时候甚至于打一些强队，确实是下风球的话，
哪怕这三个人同时首发，我觉得三中场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去使用的这样一个配置。所以在漫长的这种赛季当中呢，其实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有多种搭配，其实对于主教练来说，一方面是考验他的执教的这个能力，另一方面呢，其实对于长久来说，对于整个球队一定是有帮助。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赛前两支球队俱乐部主教练的采访，先来看一看穆斯卡特。您好，在从国家队回归之后，上海港几位国脚目前的体能储备情况怎么样？同时能否介绍一下奥斯卡和古斯塔沃等伤员目前的恢复情况？Firstly, the players that have returned from international duty, as you'd imagine, in very good spirits, after a positive result. In relation to other players, everybody has trained this week. Everybody has trained well, so. We nearly have a full squad to choose from. 应该说国家队的几个队员，这个应该说也是带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回到了这个球队，应该说他们的精神面貌各方面都保持得非常不错。那么至于其他的一些球员，大家也是练得不错。那么我们现在也是有了很多的选择，工作的选择，然后我们基本上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一个阵容啊，来准备这场比赛。您好，请问一下，利用这段联赛间歇期，球队做了哪些调整？对于本场比赛对手上海海港的主力外援可能复出的情况，有做什么针对性部署吗？솔직히이거는우리가좀부족했던부분들수비적인부분들을잘좀고쳐나왔고그리고공격적인부분을더욱더세밀하게만들기위해서또더많은찬스를만들기위해서더욱더좀준비하고나왔다고首先咱们休息期这段时间我们针对防守不足的地方进行了一定的改善然后进攻端呢我们也是在详细的进行了训练然后尽量把握住机会的这种训练我们做了很多好谢谢教练穆斯卡特呢，还是提到相对来说，这支本场比赛呢阵容还是比较完整的。而对于南极一来讲的话，主要我觉得他还是抓了防守，因为第一前两场的比赛，说实话对手实力不是很强，但是呢丢了三个球，可能相信对于南极一来讲也并不是特别满意。所以说我相信在国际比赛日当中啊，对于防守的一个加强，可能也会收到一些效果。聊了这么多呢，我们就赶紧去到现场来关注一下这场关键的较量。新中超就看咪咕，欢迎大家收看中超联赛的现场直播。吴磊发威，海港扳平了比分，打进了国安新赛季的第一个进球。哎，可以，你们来了，2-0，买皮箱送出助攻。看中超上咪咕，看中超上咪咕，锁定咪咕视频与移动高清。好的，我们来到上汽浦东足球场来关注这场上海港对阵河南俱乐部九组杜康的较量。两支球队的球员已经在球员通道之内集结完毕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上汽浦东球场也是国内规格可能说最高的一座球场了，对啊，可以容纳将近38000名的球迷。我们看到现场也是有一个巨大的 TIFO， 其中呢有上海港的几名国脚的球员。这样的一个 TIFO 呢，我觉得大概率啊还是对于这些国脚的一些支持声援，对，因为可能在国际比赛日啊，有几个上海港的球员呢受到了一些这个质疑，对啊，我相信上海港的球迷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给他们加油助威以及表达对于他们的一个支持，对，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不少
河南队的球迷来到现场给球队加油助威，严俊凌、吴磊、张琳芃和蒋光太，对吧？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教练员穆斯卡特和南基一在赛前握手致意，友好寒暄。场地条件呢，应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今天上海的这个气温呢，一下子比昨天要升了好多。哦，挺热的今天。对，今天上海的最高气温应该能达到28度。当然傍晚的话有所下降，但是你看这个场边的球迷都穿的短袖，没错，不是因为他们这个在场边助威热了而是确实这个天气呢是能穿短袖，没错，是的。赛前双方也是合影留念，上海的天气一直以来可能从冷到热没有什么过渡啊。我们先来看一看双方的首发阵容，在河南这边门将位上还是徐佳敏，后防线上麦达纳和李宗义的中卫组合，右边是徐浩峰，左边是刘玉新，中场方面呢有德尼奇和黄瑞峰的搭配，两个边路是阿奇姆彭和黄子昌，锋线上则是一高一快科维奇来搭配纳萨里奥，双方的队长黄子昌以及张琳芃，上个赛季黄子昌也是有着不错的表现，也是球队的十号球员，上个赛季呢他是有4个进球6个助攻。当然张琳芃在国际比赛日可能新闻点比较多，对，但是他仍然我认为是这一代最优秀的中卫，是或者是后卫啊。确实作为张琳芃来说这段时间的承受的压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当然回到了自己的家，家是最好的这种依靠和港湾，没错。来看一下上海海港这边的首发，门将位上严俊凌，后防线上蒋光太和张琳芃的中卫，两个边路是年轻的鲍世萌来搭配王振奥，中场方面有杨世元搭配齐塔迪尼，两个边路是吕文君和巴尔加斯，锋线上是两小两快冯进和吴磊。对，南基这也是一名韩国的教练员，他曾经带领3个不同的韩国俱乐部冲上过 K 联赛顶级联赛，穆斯卡特、前墨尔本胜利啊，以及在 G 联赛有过执教。按照大圣刚才提到的南基一的这样一个执教经历，其实看得出还是对于一些中游的球队有调教的一些心得。没错，他在光州、城南 FC 以及济州联都带领这3个球队升入过 K 联赛，是 K 联赛历史上第一个带领3个不同球队升入过 K 联赛的教练员。前两轮的比赛看得出南基一对于整个球队进攻的调教做得还是不错的，当然这个呢我觉得和球员的个体的实力还是息息相关，但是呢刚才的这个顺彩也在说，主要这2周解决防守，没错，就重视进攻，但是防守也不能出问题。比赛开始了，由咪咕视频和移动高清为您带来的2024华润怡宝中超联赛第3轮，上海港来对阵河南俱乐部9组杜康的比赛的上半场已经开始了。上半场的比赛呢，主场作战的上海海港身穿着红色的球衣，从左来向右进攻，河南呢则是一身天蓝色的球衣，从右来向左进攻。这场比赛李燕指导和石庆胜为您分享比赛。开场以后双方没有任何的试探啊，攻防转换的节奏来得很快。是的，这场比赛能够感觉到上海港的卯足了劲儿，当然河南队呢也是
准备的比较充分。嗯，麦达纳给到左边，刘易欣，等你起，李松毅。李松毅呢？说实话，蛰伏了一段时间，哎，是对吧？啊，他出来踢中超也算是蛮早的。是的，他其实，在泰山队成名蛮早的。对，当然在泰山队后期可能稍微有遇到一些困难啊。镜头再次给到南吉一。不过呀、啊，我觉得河南队和泰山队应该关系不错的，经常会有一些人员的交流。对，之前这个他们后防线上陈浩也是泰山队出来的，是包括之前马兴玉啊、买提江啊，对啊，陈璞啊，是对吧，都有过一些人员的交流。这边的话，纳萨里奥倒地了，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可能杨世元在中场的作用了。是的，其实杨世元啊刚出道的时候我觉得蛮惊艳的，是他伤了一段时间。对，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他呢在防守的力度强度上做的是很好的，但是呢要收放自如，有的时候相对比较大幅度的动作单单是伤，有可能伤到对方，嗯，有的时候啊自己也伤是的、哎、所以随着年龄上去了以后，慢慢的这个比赛的经验要在这个比赛当中能够体现出来。是河南队的长传，第一点推起顶到了，但是二点不是自己球队的，再做一下好球，好球啊，转过身来往远端转啊，这一下其实找前腰位置上巴尔加斯这边做过渡、嗯、我觉得相对再往前推进的成功率会来得更高。是从目前这个站位来看啊，今天有点像四二三幺，对对不对？海港这边四二三幺，吴磊呢是顶在前面的、哎、巴尔加斯是打一个前腰，宇文君左边，冯静右边，没错，然后齐塔迪尼和杨世元是双后腰。对啊，打回来严俊凌，这两支球队其实从阵型站位上啊基本上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哎哎哎呦，好球啊！身后看看、这个、球传中质量，看看吕文君传到中路，哇，麦达纳呀，人高腿长，对，纵深的好像给的幅度，吕文君这边还不够深。嗯，继续的传中，应该还是角球，巴尔加斯。看看上海港这边的角球啊，身高上呢或许没有太大的优势啊，看看啊是不是打一个战术，有一些这个节奏啊，包括线路上的一些变化。没错，齐塔迪尼往后点给解围，不是很远，胸部一停，嗯，这就是鲍世萌。对，今天咱们可以多看看他的一个表现。是的，嗯，阿金鹏也是从深圳这个赛季来到河南队，他在中超联赛走的球队还是蛮多的，是、最早应该是在天津。哎，之前在天津其实和海港的这种交锋过程当中啊，嗯，在阿基姆彭身上海港吃的亏是真的不少。是的，阿基姆彭呢他其实是一个早年啊，就是刚来中超的时候他是一个准欧战级别的球员，他最早在安德莱赫特的时候我就解说过他欧战的比赛啊，他其实还最早是从泰国出去的，乌里南有过一战，然后登陆欧洲啊。好的，短球这次抢的是不错的，看看往远端来打，阿基姆彭单对单了，哎，面对王振奥走外线，领一步，再扣，晃开了，看看有传球的空间。纳萨里奥，阿金鹏，好球啊！哦，慢了。嗯，黄瑞峰，然后在右脚上呢，这个一回防，嗯，出脚慢一些的话就很容易丢。是，麦达纳这一脚呢稍微有点大，王子昌。
王子昌同样刚出道的时候也是非常惊艳，嗯，当年应该是在江苏，他也是有一些伤病，哎，是比赛打得比较多了以后啊，这个身体能力有点跟不上，嗯，巴尔加斯给，哎，这一下不好，这个球呢感觉给的不明确，到底是给冯静的前插线路还是吴磊的前插线路？这个球给冯静呢，这条内线的位置一定是跑不进去的，跑不进去，啊，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反向呢，其实吴磊如果出来接一下，吕文君呢继续往前走，往前走，这样的话有接有往前插的，那这样的情况可能巴尔加斯处理起来会相对容易一些。是，而且这个球假设是奥斯卡处理的话，可能他会有一些变化，他会有一些变化，对，因为三个人齐头并进往前去走的话，而且河南队落防的又比较到位，所以要传这个身后就很难。是，两支球队最近的四次交手，实际上上海港和河南是平分秋色的，各胜了两场。最近的一次交手呢，其实是去年的八月份，当时海港队客场是1-3输给了河南队啊。所以说上个赛季我们一直提到啊，海港一共可能丢了30个球，其中面对河南两回合丢了5个啊。打回来严俊凌，严俊凌呢现在也是压力比较大，特别是在国家队层面啊，因为大雷第二场的新加坡的比赛好像表现还不错的，这球传的不好啊，所以说严俊凌这边不管是各方面吧，我觉得也是需要在心理上啊做一些调整。对啊，好球啊，二加三是很灵活啊，看看怎么处理。冯静，两个人跑到同一个点上。吴磊呢，看到冯静到了之后，有点让，有点让了，对，对吧？因为从这个方向上来说，冯静是冲着球门的，哎，吴磊呢是冲着角球的，是，所以想让给冯静处理，他再往中路呢去进行包抄。李松毅今年一转眼也是31岁了啊，但是作为中后卫来说，身体机能能够保持住的话，3-5年我觉得还是能打的，是，少说3个赛季吧。是的，来看一下角球啊，巴尔加斯，中路还是有一些情况，今天的主裁判是张雷。上半场进行到第9分钟，上海港的第三个角球，这下要直接罚了。哎，巴尔加斯开到中路头球，还是顶到了，无球的一个犯规。齐塔提尼，纳萨里奥。确实从定位球角球上来说，海港这边的身高上呢确实没有太大的优势，是，可能齐塔迪尼现在呢算是一个蛮高的一个点了。对，第一队长奥斯卡，第二队长王申超都是在替补席上，哎，那所以今天队长袖标呢是给到张琳鹏了。是，阿钦鹏这个球回做的稍微靠后了一点，刘雨欣没有拿到。两支球队其实从开场打到现在10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了，在前场的顶防其实做的这个强度和力度都是不错。是，李文君脚后跟磕联系上了，但是河南队防的也不错，球没停好，球停的太大了。纳萨里奥直接长传找科维奇，张琳鹏的回传给到严俊凌。但是你看河南队同样球一丢，他不是收在后面，整个队形本来是在后面的，哎，但是他快速的就顶到前场了。赛前我也了解了一下这个河南队啊，他们主教练啊，整体来讲对于球队的这个要求啊，高压，是的，控制，这两点强调的是比较多的。防守做高压，有球权的时候呢做控制。是的，啊，巴尔加斯，
他这个今天反击推进的机会挺多的，有别出行的一般，还是没有传。哟，好球，吴磊！哎呦，看看，稍微感觉是有一些越位，没错。哦，但是巴尔加斯没有常规性的选择右边冯静这边，嗯，而是持续的拿球以后呢，传了一个内部的身后，是，哦，的确越位了。吴磊这下呢，可能跑动稍稍早了一点啊，但是奥斯卡不在，巴尔加斯出现在前腰位置，就要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是的，他呀，你看，我觉得整个在推进方面，对于身后球员那种干扰，他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对，他有的时候啊比较灵活，嗯，通过这种以柔克刚卸一些这种干扰。他有的时候呢能卸，有的时候啊，你别看他这个身材不高，但是呢足够强壮，足够强壮，是，哎，哎呦，有点危险了，科维奇进到禁区之内，机会还有，蒂姆·普朗左脚，哎，这个球啊，感觉如果来一个外脚背是有机会，但是似乎没有吃准部位。王振奥和蒋光太呢，两个人之间位置呢有一些交叉了，是啊，一个到边上，一个在中路。而且这一波两人的防守呢，确实有一些疏忽。是，阿奇姆蒙这个球其实右脚稍微能力好一些，绝对是右脚的机会。这边又来了，所以说你看河南队每次反击也是能够制造一些给到上海港的麻烦的。嗯，刚才其实王振奥的解围有点打在了蒋光太身上，对，对吧？左右两个边后卫呢都是新人，嗯，啊，所以这个配合的默契度还是要增加一些。是的，这次齐塔迪尼出球想直接来找鲍世萌，中间直接被断了。哟，要一个身控啊！哟，好球！打门！哎，拿左脚的外脚背拨了一下，擦着立柱出了底线。哦，这啊还是越位，还是越位，但是呢。这一波的进攻，你看传跑时间上来说，还真是拿捏的是不错的。我个人觉得好像没越呢，可能稍微有一点，可能稍微有一点。而且最后关键是阿奇姆彭这个停球啊，停得太好，停得太好了，停在自己可控的范围，而且呢又是切在了王振奥的这个内线身前的位置，嗯，根本就是动不了。是，刚才那个角度啊，感觉从腿部上来讲啊还好。我觉得越的话可能是上半身稍微有一点点，是吧？感觉有一点点，但是这个球没打进 VAR 也介入不了啊，对吧？刘雨欣左脚再给阿钦坡，阿钦坡踢这个比赛 啊，不管现在是踢在左边还是之后有可能换到右边，嗯，等于好球，就你看他踢啊会显得比较轻松，哎，速度优势，身体对抗的这个力量优势，力量优势对上这两个边后卫，嗯，啊，奥斯卡在旁边也着急啊，有点教练范儿了，是吧？对，有点着急了。现在最近这几分钟，好像防守上海港这边有点吃紧，有点吃紧的，而且就是感觉河南队啊打的还蛮有心得的，是吧？徐佳敏也是这个赛季新来到球队的门将啊，之前在天津。门将给到蒋光太，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于海港队来讲啊，要稳一稳，适当的把这个节奏呢慢一下，嗯，通过一些调整，去调整一下呼吸，另一方面呢，把整个阵型再稍微。指挥一下，能够拉开一点。是的，杨世元再找到张林鹏，鲍世萌打回来，蒋光太不着急啊，在后场两个人或者是在后卫之间的传递已经比较多了啊，对，也不太好推。现在呢，如果单一要靠这俩中后卫出球的话，对于海港来说不是最好的选择。是，球呢尽可能的还是要到齐塔迪尼这边，没错，他作为后腰位置上脚下能力比较强的，他能够做一下进攻组织调度，包括
线路的一些分配。是，杨世元再给张琳芃，张琳芃拿球向前分到左侧，往吕文君那边给，但是比较大啊。这段时间虽然说控球时间比较长，但是最终呢还是以这样的一个长传作为了结啊。对，方面呢，中场的这个组织要球啊，齐达金尼这边想办法多要。是。另一方面呢，其实，作为前腰巴尔加斯这边，看看能不能再回撤的一些幅度来得大一点。没错，上海港的第一轮是逆转了武汉三镇，然后呢，在这个上一轮是战平了杭州、浙江啊，战平了浙江。而对于这个河南队来讲呢，他们先是战平了青岛县海岸，上一轮呢又是战平了梅州，2-2。虽然说这个打的是挺漂亮的，他对梅州啊，河南队一共完成了24次射门，刷新了自2012年以来球队单场联赛的射门记录。哦，看看身后给越位了，啊，应该还是越位了，刘一新。没过去啊，麦达纳，麦达纳一看这个身材啊，还是不错。他这个身高，还有这个整体的感觉，金发让我想到了谁？当年的这个法国中卫梅克塞斯啊，有点那个感觉。哎呦，很危险！哦，还有呢。纳萨辽，小脚腕一抖，外围又扑了，哎，右脚，哎，这脚球好像打得不是那么的好，不是那么的好，这脚球感觉发力的话，似乎要有更有威胁一些，对，啊，而且在禁区外围的这个连续的控球啊，其实你看，海港的防守队员也是一下子顶不上来的状态。感觉这个海港没有防守球员，他这边比较空，反而让他有点犹豫啊。对，他踢的呢会比较巧，对，所以你扑的越凶啊，有的时候他的这种变现越是能够完成。是的，王振耀，让我们看，没有奥斯卡的一个串联，能够感觉到落到阵地去由后向前的话，反正上港挺费劲的。对，你看这个其实由后向前已经第二步很危险啊，对吧，杨世元，这种球作为后腰回接就是一脚球，对啊，只要是停球不在自己可控范围，一定是丢球的最大的隐患。是的，亚敏的大脚，现在而且海港呢漂亮，这个两个边也打不起来，又好球，好球，王振奥转身解围，冯进，抽出了界外。间歇期呢，河南队之前我们聊到啊，他热身赛3-1啊是赢下了陕西联合啊，黄子昌进球啊，然后张志浩门前有进球，再一个就是科维奇打进了点球，2-0战胜武汉的比赛呢，热身赛是纳萨里奥有进球啊，然后冯博元有进球。看到这个河南队的抢断拦截都是4次，整个防守的强度应该还是有提升，对，对吧，就是南极一提到的这个防守的确我觉得是有所提升的。而且这一阶段确实作为海港这边来说呢，传接球的成功率降低了很多，是，中后场特别两个中后卫现在拿球呢有一些不知所措，传球好像没有太好的线路往前去进行推进，哎呦，好球，好的，再往前突，这个球应该是吹不下来，马上打反击，阿契姆彭这边空间挺大，王振奥下地了，时间不对，是的，阿契姆彭
面对蒋光太反向好球，好球，这边挺好，右脚黄子昌，哎呦，王振奥啊，刚才这种防守就是一锤子买的。就这个还有一点就是你看啊，在两个人都是快速的情况下，阿基姆彭一开始是慢的，是慢的，就是等你倒地的这一下，他比你出脚快一些，是这个就是比赛经验的问题，没错没错。这边黄子昌有点想投诉手球，但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对，刚才黄子昌在外围那脚打门呢，启用了一个外脚背，有一点好像脚尖带一些外脚背，带脚背那种感觉。嗯，今天啊，荷兰队啊，机会已经出来了，最后一脚处理的不够完美，嗯，对吧？而且呢，确实机会出来呢，也不算是属于那种绝对的机会，是对吧？还是最后呢，要体现一些个人能力的，射门能力的，对，嗯。大迪尼再转给到王振奥。往中路给杨世元，萨迪尼自己来，嗯，难了啊！这个球啊，因为边路冯进内收了，没人了，没人了，对，一条道走到黑了，只能就往死胡同带。而且呢，有对抗，本吉这边其实你看刚才连续的这种倒地，拦截，是要动了，要动了。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奥斯卡这个点啊，嗯，未必上半场就会动，是，还是要等到下半场。奥斯卡呢，因为第二轮有点伤，据说国际比赛日期间呢，基本跟队训练没什么太大问题了。但是我觉得穆斯卡特通过他的赛前一些采访表达呢，他对于伤员的使用还是比较慎重，对，对吧？他可能会循序渐进。啊，杨世元这个对抗确实啊。脸冲脸的这一下，依然是很敢上。是，而且我记得杨世元出来第一场的这个比赛啊，是打谁？北京国安。北京国安，他也是和国安的这个队员脸冲脸撞，啊，拼命三郎踢法。对，麦德纳打回来，亚敏，这个球给到阿金婆。反向点，嗯，有好球，这边一路看看机会来了，机会，吴磊进到禁区，机会大门，嗯，还是麦德纳，这个中后卫应该说是不错的，啊，看上去呢外线是放着，是，但是呢，刚才大神其实提到过身高腿长，身高腿长，它是可控范围，可控，一倒地呢，把这个外线的线路就能够封堵。是，你看吴磊其实加速往前推进，他一直在观察，对啊，沉稳的在后退，然后来观察你的射门和出脚时机进行下地，回起，再给直线纳萨里奥去追蒋光太，卡住身位，这一下的补位蒋光太是做的比较到位，是。到右路，王振奥拿完球，像刚才亚迪尼往边线带一样，对，这一波呢，吕文君也是拿完球以后，脸就是冲着边线，接下去的一步呢就很难处理。没错，张琳芃再给到齐达迪尼。海港这边，我觉得从目前来说，嗯，无球队员的接应啊，还是要来得更多一些。是，你像刚才吕文君过来，等于是帮你王振奥的忙，没错，帮你做过渡。嗯，但是你球给他了以后，谁再去帮吕文君呢？接，对吧？嗯，就是要有连续的这种意识想法。是，那这个进攻推进，包括成功率才会出来。没错，就我们所谓的。传球前观察，但是传完球你得动，对，对不对？无球的一个犯规，冯进呢？客观讲，首发显得沉寂了一点，对，对吧？
他刚刚加盟球队的头几场比赛，发挥的不错的。但上个赛季呢，他是外租了。外租了。这个赛季重新回到球队以后，他这个点还是要激发一下。是。他应该是之前租在青岛海牛。下半场看看古斯塔沃，对吧？如果他和吴磊搭一搭，啊，有后手算是。一个就是古斯塔沃中锋位置上，哎，另一个呢，可能就是要看看奥斯卡了。奥斯卡了，对。来看一下这个定位球啊，齐达迪尼来处理。齐达迪尼左脚发的还可以，走到后点。确实身高呢也没优势。鲍士蒙呢，我觉得今天整体来讲还行，不出打到目前来说没有什么大的错误，没什么大错误。我觉得对于年轻球员第一场来讲的话可以了。对，哎，就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平缓成功的上半场以后呢，我觉得下半场或许还会更好一些。是。张琳芃第一点抢到啊，然后再给到阿钦鹏，没过去，好球，啊，进。好的，巴尔加斯摆脱掉，直接的长传，好球，给的不错，赖达达。今天他的发挥啊，说实话真不错。阿钦鹏再次背身停。这边有倒地，阿齐姆鹏这个点呢，确实需要两个人互相之间的合力。合力啊！现在王振奥一对一对抗他的话，我觉得就是明显吃亏。明显吃亏，是的。南基一是74年的啊，这个49岁，我觉得也是属于少帅范畴，对对吧？乌斯卡特呢，相对来说和他差不多，比他大一岁吧，算是。他是73年的乌斯卡特，啊，乌斯卡特在这联赛啊，包括在澳超啊，其实都还是表现不错的。哎呦呦呦，火，有点复杂。蒋光泰。德尼奇，来看一下界外球，徐浩峰那边找到纳萨辽，打回来，张琳芃直接的大脚，麦德纳，犯规，这边应该是有推人。科维奇呢，上个赛季是球队的头号得分手，应该是有15个中超联赛进球，但是这个赛季呢还是错失了一些机会。对，暂时还没有开壶，有一个助攻。赛前我们看集锦的时候，其实他上一轮比赛是有机会的。是的，而且他这个队员啊，我觉得还蛮有特点。对，就其实身高也不算特别高，但是在禁区里投球强点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河南队，我觉得这个队找外援有的时候挺有眼光的，或者说性价比一直以来就不错。对，对吧？这个咱们说之前的伊沃、巴索戈，咱们就不聊了。包括近几年的像卡兰加，对吧？像之前多拉多，其实是就是没犯错误的时候也挺好的，啊。包括这个之前后防线上像戈麦斯，对对吧？最早还有谁？现在还在打的伊沃，对啊，对，在延边嘛，在延边，啊，现在还在打。对啊。哎呦，好球！球，马尔加斯，哎呦，好球！这一次打得比较正啊。其实整体呢，现在海港这边有点踢不出来，是，所以到了前场以后，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个人的
英雄主义了。是。赛前的时候咱们不还聊吗？这个纳萨里奥加阿庆鹏让我想到巴索哥和伊沃，对吧？巴索哥现在也在踢，他在土超，啊，在土耳其。上个赛季是在上海申花。嗯。冯进，很慢。哎，冯进总感觉这比赛的这种节奏不好，点不对，点不对，是的。那你说这个球就是低落点上前迎接，把球卸下来以后就快速往前走了。是的，感觉他像刚伤愈复出的，是吧？好的，鲍世萌。鲍世萌，我觉得整体来讲呢，他还是就是刚才可能在后场带球多啊，但是基本上他处理的还是以稳妥为主，回传啊、横传为主，基本上往回，对吧？你看，基本是这样的。但是能理解啊，无球的时候呢，其实他这边作为一个边后卫啊，嗯，能够往边路或者扯一些的话，把这个空当尽可能扯得大一些啊，那他拿球出球呢就可以往前了。是好球，巴尔加斯停的一般，但他这下停球呢是有一些想法的，你看他这个脚最后让过来是想停这条线路，停这条线路，停过来之后就能打了。对，嗯。手上鲍世萌有一个小拉转，王仁超、李胜龙。中后卫位置呢，现在也是竞争会比较激烈一些，对，王仁超其实咱们说穆斯卡特这个让他替补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勇气的。哎，是。很近。哎哎呦，徐浩峰解围没解围干净，直接传球麦达纳。麦达纳今天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对，他确实控制的面积很大。哎，失误了，失误。边路，黄瑞峰头不抬。哎，这个时候其实往前追的过程当中就要抬头观察中路，甚至于远端。是的，何一奇。这他呢，的确是可能相对来说王上元的话能力还是，对吧，差一些。哎、嗯，可能德尼奇和王上元的这个搭配应该是最合理的。对，对吧？但是有可能啊，我觉得对于南极一来讲，说不定就是说想要来一个先抑后扬，对吧？下半场啊，先守一下，下半场可能再上一下。但问题在于上半场，其实河南队这边进攻打得也蛮好的，也还行。麦达纳给到左边，嗯，纳萨里奥再挑。从身体上来讲啊，其实阿庆鹏面对蒋光太肯定是不够占优的啊，纳萨里奥。但是这个边啊、对上边后卫的他是有优势，没问题。身体一靠，王振奥这边上都上不来。是，我觉得呀、黄子昌和阿庆鹏啊可以换一换。对，感觉黄子昌面对王振奥也可以打一打，然后呢，那边阿庆鹏要是打鲍世萌，是不是机会会更大，对吧？这个呢，我觉得可能。作为南京这边来说，下半场一个我们说王上元的位置是会上、是另一方面呢，这两个边是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啊、可以换边打，而且下半场这个他们还有一个这个从梅州过来的杨毅林，对，杨毅林也可以打边，也可以上来冲一冲，这是一个相对比较远距离的定位球啊、但是呢安达纳包括科维奇这两个投球能力都应该是蛮强的，双高啊。纳萨里奥左脚开出来到后点、哎、投球顶在远端，看看阿庆鹏球没有出底线，再回给纳萨里奥直接传被挡出来，还有刘奕昕挑越位了，其实给纳萨里奥也越位，对啊，他俩都越位，两个都越位、
韩林鹏的拿球，带球来到中场附近，过了中场分边推进了，从我觉得从20分钟左右开始啊，除了好像靠阿尔加斯个人往前突一突能有一些机会以外，通过传递往前推的海港这边几乎没有，几乎是没有形成很好的这种前场机会。阿尔加斯呢有3次的推进我们印象很深刻， 对吧，前2次情况都一般，第3次呢传了一个越位，韩林鹏再给了齐塔吉尼，齐塔吉尼呢上个赛季在巴甲呀有8次是替补出场啊，一共出场了12场，他创造了6次机会，完成过5次射门。从这个数据来看呢，就能够看见他是偏中后场球员，对啊，不是一个这种常规的这种攻击型球员。下半场我觉得上古斯塔沃有点机会，因为古斯塔沃上来之后海港队能打点简单的立体的，能投球，对啊，古斯塔沃能投球，高的麦达纳解围有点失误，哎呦，是不是有点问题，乱战打门，还有再打球进了，杨世元，但是这个球啊啊，你看最后是不是会有一个视频回放，杨世元跟最后射门这一下是不是是裁判好像举旗是越位，我们看刚才因为球但是呢你看这一下吕文君被踢倒，吕文君这一下被哦，的确这个射门一瞬间杨世元越位，杨世元是越位了，首先就是这一下没问题，这个，咱们再看前面有没有吕文君被踢倒，这一下是存在点球的可能性的，是的，对吧，是的，因为这个时候吕文君被踢倒，这个看上去这个球权啊他是有可能可以控制，没错，艾达纳呢是在身后踢倒的，哎，所以现在暂时暂停一下，暂停了啊，要回看一下，好像没问题，看这个动作，但是咱们回放就是说李指导提到的这个吕文君倒地那个，咱们就是刚才应该是可以看一下，可以再看一下，对吧，因为刚才第一时间我们可能先来确定有没有越位，对啊，越位这个可没问题，对吧，是越位了，然后咱们再看看刚才的乱战当中这个球员的倒地啊，还在核实啊，还没有这个，现在右上角出现一个检查完毕的字样啊啊，应该是恢复了，没有，应该是恢复了，上半场40分钟了，目前上海港和河南还是0-0，就是整个上半场打得还是蛮焦灼的啊，双方并没有感觉哪一方一定是占据一定的优势，是，不管是传控球啊，包括射门的一些数据上，靠近中圈附近远距离的定位球，纳萨辽往远端给投球，摆渡下来，再往外挑，这球还是出界了。杨世元和科维奇好像有点小争执啊，问题不是很大，给到左侧。
张琳芃，你看鲍世萌全是回传是吧，作为一个边后卫你不往前传、哎、这个节奏肯定是慢下来的，是就现在的这种边后卫我们说这种进攻的重要性很大呀，对吧，哎呦德尼奇大步流星，闪光态确实在中后卫位置上也是蛮好用，蛮好用，是刘雨昕手抛球给回来麦当娜，徐佳敏，黄瑞峰啊，说实话他在这个后腰位置接球拿球的能力，哦，看看再传机会，哎呦好球，打门，哦，严俊凌，严俊凌立功了，科维奇的射门，黄子昌的第一下没传、啊、但是球空了两步以后传呢也不晚，是这个球传的还真不越位，不越位，哎、打的呢稍微震了一点啊、但是严俊凌这边站的还是蛮稳的，没错，来看这次的角球啊，河南队的角球说实话不是很多，但是呢河南队我们说身高有优势，对啊，所以定位球还是要好好利用的，纳萨里奥角球开出来第一点头球顶得比较正，应该是麦达纳顶到的，哎这边科维奇有点干扰门将了，这个现在左边鲍世萌这个拿球这个身体都是脸冲自己后面的、是还是有压力，你像这种边后卫拿球像王正浩刚才一拿往外线一放放在右脚、身体是冲前的，相对比较开放，是对吧，像这种都是能往前传的， 对你不行我再扣回来再往回传嘛，是的，你第一下拿球我就是屁股冲着这个进攻方向那这个肯定是90%以上是回传，没过去，吕文君呢客观讲也不是过人很擅长的啊，之前赛季吕文君其实客串的位置还是蛮多的，对对对，是吧？甚至于打到左边后卫，左边后卫是。哎，麦当娜，好的，纳萨里奥想一顺找科维奇，没有成功，背身。上半场啊，这个整体我觉得净比赛时间还可以，对对吧？看看补时有多少，蒋光泰，哎，这边的话应该是科维奇的犯规，放倒了齐塔吉尼，蒋光泰给到右侧王振奥，冯进手抛球马上发动进攻，巴尔加斯往门前扫，机会吴磊弧顶位置还有，转过身来强行打门，杨世元再来一脚上半场补时两分钟啊，不算长，吴磊，吴磊，
后没过去。回来，张琳芃，这个时间啊，如果不管谁进球，在上半场最后时间会建立起比较大的一个信心的优势。哦，啊，这边荷兰队的反击，往中路给奎奇，弧顶位置。稍微慢了慢了一点，对啊，他的特点可能还是把握机会那一下或者冲击那一下，对，往前的这一下，哎哎，他感觉拿这一下处理的一般。看看下半场吧，嗯，下半场我觉得可能两支球队都有这个调整的空间。是，好的，头球点出来，还有冯静直接端中路，嗯，还有一个角球，哎，看看裁判给不给啊？不给了。嗯，这样的话，半场比赛结束，上海港和河南在上半场0-0战平。相对来说呢，两支球队可能在机会方面，好像河南队还要多一些。对，啊，当然呢，这个海港呢是制造了破门，但是是出现了越位。越位，嗯。新中超就看咪咕，中超赛季包128元特惠价，畅看2024中超全赛季，焦点赛事不容错过。中超会员还能够赢取球衣、周边等好礼，更有中超现场门票等你来赢。活动即将结束，竖屏模式下点击中超会员了解详情。这场比赛啊，我觉得这个对于河南队来讲名不虚传啊，打上海海港的确相对来说我觉得他们是有一定的心得，再一个也有一定的精气神。而对于海港来讲呢，能够感觉到这支球队呢在一些磨合和细节方面，再一个就是奥斯卡缺阵的情况之下，由后向前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对，包括后腰位置上呢，这场比赛如萨也是打不了啊，所以好像由后往前的这种衔接，单一现在靠两个中后卫出球呢显然是不够。嗯，而且呢我们说左边后卫小将鲍士蒙呢，这个接球的身体的体位也不好，是的，而且呢毕竟第一场比赛，所以略显还是有一些紧的啊，所以看看这个下半场他这个位置，包括前场，其实作为海港来说，可以换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会不会有什么好的变化？是的，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上半场的比赛。整体来讲呢，上半场其实两支球队都制造了一些机会啊，海港队可以说是打进了两个球，但都是存在了这个越位的情况。我们比赛当中也提到，作为海港这边来说，上半场的大部分的机会出现都是依靠巴尔加斯在中路，嗯，强行突破以后啊，一方面自己来，另一方面呢给同伴去传球。对。而阿庆鹏呢，相对来说在上半场的上半段机会要更多一些，对，更活跃一些啊，特别是这次机会，我觉得打进的话呢，这个越位真的是可以去通过 VAR。我觉得来争取或者回看一下，可以挑战一下，哎，应该是毫厘之间。当然吴磊呢这一次机会是实属不错，但是不得不说防守球员麦达纳整体对于场上局势的观察，自己心态的这种稳定性，防守的是不错的。从刚才麦达纳防吴磊的这个左脚射门啊我感觉有点像谁范戴克，对吧？对，我放一条线路，但是我身高腿长，这条线路呢，等你出脚，我是有绝对的可能是把你封堵到。没错，就是感觉处理的比较沉稳。对，刚才啊，李指导，我仔细看了一下麦达纳对吕文君那个动作，感觉还好，他好像有身体的一个接触是肯定的，就脚收的比较快，哎，他是有摆动腿的，对吧？哎，但这一下呢？隐患还是有，隐患是有的，哎，收的比较快，稍作干扰之后呢，动作也不是很大，嗯啊，
你像这种攻防转换，这个对于河南队来说也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没错，黄子韬呢调整了两步，但是呢依然是没有错失在中路最好的这个时机。没错，应该也是不越位的。嗯，倒数第一传和倒数第二传处理都不错，倒数第一传是黄子韬，倒数第二传是纳萨里奥。对啊，所以说其实你看河南队啊，这一次最有威胁的机会我觉得还是通过转换出来的。是啊，所以说现代足球整个的这种转换还是非常重要的。在控球率方面的确上海港要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说上海港的这种控制啊，由后向前是存在一些问题。而在射门方面，我们看河南队是有七次的射门，上海港是有三次，射正的话上海港是有两次，而河南队同样也是有两次。整体来讲的话，越位次数方面啊，荷兰队比海港队要多一次，相对来说传球次数方面海港队要占优一些，角球次数也是上海港要占优。又到了我们的福利环节了，点击直播页下方的冲榜得门票就可以购买打赏券，还可以参与到中超周边的抽奖，在本次直播间的送出的礼物即可累积扣值，两队支持的排名第一可以分别获得中超第四轮的门票两张。本次福利活动呢，在本赛季的全部中超赛事都会进行开展，想了解更多活动规则就可以点击冲榜得门票按钮，千万不要错过了。好的，上半场的比赛呢，两支球队都是打得比较激烈和焦灼，两支球队在下半场也都有一些后手，我们也非常期待两支球队下半场的比赛。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下半场再见。大家收看中超联赛的现场直播。2024赛季的中超联赛第二轮的焦点之战会在我身后的球场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正式开球。漂亮，吴磊发威，海港扳平了比分。这球漂亮，这是教科书般的打球，有了45度。新中超就看咪咕，看中超上咪咕，看中超上咪咕，看中超上咪咕。锁定咪咕视频与移动高清，锁定咪咕视频与移动高清。大家好，我是咪咕嘉宾天团成员黄健翔。大家好，我是咪咕嘉宾天团成员冯潇霆。我是咪咕嘉宾天团成员徐阳。我是咪咕嘉宾天团成员董路、刘越、杨旭、于海、李叔。中超联赛火热进行，中超联赛火热进行。中国移动咪咕携手中超官方及俱乐部，中国移动咪咕携手中超官方及俱乐部，邀请足球少年登上中超舞台，邀请足球少年登上中超舞台，邀请足球少年登上中超舞台，点燃足球星火，点燃足球星火，点燃足球星火，关注中国足球青训事业，关注中国足球青训事业，关注中国足球青训事业，让我们携手一起助未来，让我们携手一起助未来，一起助未来，一起助未来，一起助未来。大家好，我是吴磊，我是王大雷，我是姚军胜，我是甘超，我是吴昕，我是于大宝，刘烈作，王秋明，长春亚泰谭龙，河南足球俱乐部王尚元，梅州客家球员沈亮，青岛海鱼杜鹏飞，漳州雄狮队王鹏，南通智云刘伟，深圳新鹏城球员肖坤，青岛西海岸田宇。看中超上咪咕，看中超上咪咕，看中超上咪咕，看中超上咪咕。锁定咪咕视频与移动高清，锁定咪咕视频与移动高清，锁定咪咕视频与移动高清，锁定咪咕视频与移动高清。让我们一起以热爱敬未来，以热爱敬未来。
欢迎回到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上海港和河南队在前45分钟的比赛是0-0战平，但是在机会方面的话，相对处在实力相对弱势的河南队其实并没有说在机会上有所减少啊，反而排名高的上海港呢机会绝对机会并不是很多。其实从数据上来说，海港这边的角球包括控球率和这个传球次数占一些优势，是，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看真正能威胁大门的到底是哪边更多。没错，其实从这个数据上来说双方是势均力差不多的。的确如此，而且从这个出场应该说两支球队都没有做人员的调整，但是呢刚才镜头扫到了海港的这个替补席，奥斯卡、徐昕啊，包括斯塔沃都已经装备都已经换好了。没错，随时随地是有可能要调整的。是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就是由迷雾视频和移动高清为您带来的2024华润怡宝中超联赛第三轮上海海港对阵河南俱乐部九组杜康的比赛的下半场。下半场上海海港红色球衣从右向左攻，河南队则是天蓝色球衣从左向右攻。李彦指导和石青生继续为您分享比赛。确实需要像蒋光太刚才的这种直传。但是呢我们上半场也提到冯静这个点啊打不开。其实上半场的科维奇那次机会从理论上来讲是一次绝对机会，绝对机会啊。黄子昌和这个阿奇姆彭那两次呢，因为阿奇姆彭那个涉嫌有一点越位的嫌疑，对吧，黄子昌那一次呢算是一脚远射，球没有顶好。这边是徐浩峰。其实通过这个比赛来看啊，就是你看河南队他这个两个边后卫啊给到黄子昌和阿基姆的支援有限，不算是特别多的。你说这俩边后卫要是更强一点，我觉得能够更释放河南队的进攻，对对吧，马尔加斯。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这两个边后卫啊进攻再上个大一些的话，攻防转换这个防守是不是会有一些问题？对，因为这些期呢这边也强调了这个防守，好球啊！这个他马尔加斯传门有了，漂亮！胡磊，有越位，越位了。上海港三个进球都被判罚了越位。哦，这个球可能啊，感觉还是胡磊稍微有点靠前的，对吧？是越位，这个没有太大问题。是，但是呢，看看胡磊。进球是很开心，但是呢判越位以后啊是不是和守门员撞了一下，是好像膝盖有点撞了一下。这个其实一场比赛因为越位三次进球被吹掉的也不是很多。这边穆斯卡特，这边好像徐佳敏啊也是被撞了一下。以前我解说过一场比赛意甲有过这种情况，就是越位好多次，推出来三个，推出来三个啊！萨索洛的比赛出现过这种情况，但也有几年了。这个球啊，说不定还是李松义这边自己铲进去的，但是也没办法，对吧？但是你看啊，这两支球队这个胜负手。就是在攻防转换，攻防转换，对吧？转换球权交替以后，没错，第一下是不是迅速、准确的能够往里走？哎，河南队上半场也抓了这一次机会，是，包括这一次，其实海港这边也是同样。黄子昌、张林鹏打回来，严俊凌。我觉得海港这边嘛，啊。今天要启动换人会稍微早，是吧？好球，但是这个球小爆啊，还是球停的不好。这种球呢，确实球速很快，哎，因为是渗透的这种球过来。没错，
肯定要给一些球足。嗯，有点大，而且这个球的蒋光太一直跟着阿奇姆蒙。我觉得今天南京一啊，没有让阿奇姆蒙和黄子昌换边儿，我觉得有点不太理解。其实可以换着打打看， 对， 对吧？就是我觉得这种打法，咱们说在欧洲已经是非常常见的两个边换，而且就是之前海港队也会经常有过这种换边的情况，对对吧？你哪怕是有个一两次，哎，对吧？对，就现在站的，我觉得有点过于一板一眼，黄子昌和阿奇姆蒙。这个赛季阿奇姆蒙之前也往右边打过，并不是说，当然阿奇姆蒙最擅长的位置一定是左边。哎，你想，如果是他现在打右边的话，上半场出现的机会是不是他就左脚能出？是啊，对吧？对呀、啊。回起，给到左边，拖到中路，毛人一封。麦当娜横向的转移，徐晓峰挺好，现在我们中超的球员像这种球，嗯，传球失误率都挺高的，是吧？维奇再回，徐晓峰，维奇回了以后啊，嗯，就马上两手一摊，不往前走的，对，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俩边后卫啊，其实往前的这个意识支援方面确实少了一些。是。哎，丢黄牌了。保持吗？裁判这一下，张雷还蛮客气的。蛮客气了啊。按理说像这种球应该要给牌。对，因为你这个球抢断之后马上就是一个转换。对，而且是往里走的。往里走的，对吧？是的。因为咱们平常呢，可能有的时候何理知道，咱们聊欧洲足球看解说的也比较多。对，现在这种边后卫，你对于整个进攻的这种支援，包括这个前插果断性是非常重要的。哦，不行了啊，抽筋了，但是紧张，就是再加上这个第一场比赛啊，50分钟抽筋，而且今天其实作为奥斯门来说，他并不属于那种上下幅度很大、很多的。是王申超要上了。嗯。之前的比赛呢，像上个赛季，王申超经常也是客串打一个左边后卫。没错，其实实际上来讲，王申超是可左可右。对，对吧？当然，可能右路打的多，右边更好一些，更多一些。这个是显得比较仓促的，那所以助教这边马上要给他交代定位球的一些盯人。是，关键是就是咱们感觉上鲍士蒙也没有说消耗很大，对吧？嗯，这种呢就是首场比赛，对吧？你这个紧张，心理上啊，这种对于体能的消耗。另一方面呢，今天这个天气情况，对，一下子热了，是，也是有点关系。没错。换上王申超。虽然是一个被动的换人，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位置啊，早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对吧？是。来看一下定位球啊，运动战打不开局面，定位球对于两支球队来讲其实都很重要啊。哦，这边怎么还倒了？乌雷，哟，又倒一个，纳萨里奥给到后点头球，哎呦，哇，这一个球顶高了。这球定位球给的还是蛮舒服的，嗯，球呢比较柔和，而且到了中后点，我们看一个是科维奇，还有一个在身前的麦达纳也是有这个可能性。没错，科维奇助跑以后这个起跳高度还是可以，挺充分的。哎，
直接的长传，黄子昌，托维奇直接做，纳萨里奥干扰，齐塔迪尼也挺吃劲儿的，分到右边杨世元，打回来蒋光泰，横向找到王振奥，这样的话是让王振奥调到左边来了，然后王振超打到右边，嗯啊。王振奥呢也能可能打左边也没问题，对啊，而且他这边呢可能对这个王子昌的压力会略微的小一些，是是是，徐晓峰打回来，李松毅，李松毅其实哎这个一摆腿就看不对了，左脚打门乌雷，哎呀了，连续的这个守门员这一下回传了以后，这个一脚摆动腿就感觉已经不对劲了。没错，而且徐佳明连续两轮犯错了，上之前一轮出击有问题，对，这一轮又送了一个大礼，就摆动腿是偏慢的啊，偏慢的呢出去以后啊，他踢的就不够实，所以这个很容易踢呲，是，他就等于有一点踢呲了，没错，对吧？嗯，像这种球啊。说实话，守门员脚下能力强的可以尝试，但是呢，一般的守门员还真是应该正面的往前高，高啊，哎，对，高的出去。嗯，就是咱们说呢，现在可能一些教练呢，特别是外教啊，他可能想把一些先进的东西带给中超的一些球员，中国的一些球员。但说实话，咱们的球员能不能就是执行？要求是要求，但是呢，执行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略微的要有一些应变，因地制宜。对，因为像这种球，哪怕你大脚出去啊，我相信主教练下来也就说，哎，你这个球看看是不是能够传得好。是。但是呢，你解释一下，我觉得问题也不大。没错，对吧？哎，你这球哪怕传好了又怎么样呢？是。但是你传坏了就是一个丢球。没错。就是可能在南京一的心里，因为我们之前聊到过，他强调高压，强调控制，嗯，他可能想让徐佳敏完成埃德森的任务、阿里松的任务、麦尼昂的任务，但是客观讲他能不能是有这个能力的，对，对吧？哎呦，犯规了，嗯，而且还给了一张黄牌，黄牌，嗯，给了杨世元。这个连续徐佳敏出现失误，后面他这个主力位置我觉得有没有可能要受到撼动啊？我觉得就是连续两场这种绝对低级的错误，嗯，对吧？这个总共打三场比赛你来两个这个啊，而且像这种比赛其实场面并不落下风的，嗯，对吧？嗯，包括上一轮其实你说这个出击，对啊，造成球队的一个比分的被动啊，对吧？是的。我说河南上一代的门将吴衍还是挺吴衍还可以挺稳的，对吧？哎，他不玩脚下的，好像以前嗯，邓小飞是不是也去过？是，对吧？嗯。吴衍应该打的是最相对时间长的，最长的。来看这个定位球啊，距离稍微有点远，纳萨里奥直接打门，球速一般也比较正，对，手抛球马上发动反击，王振奥直接给好球再蹭啊，这一波吕文君有想法，但是吕文君这一下处理我觉得失误归失误，哎，想法是对的，想法是对的，对吧？没错，这个外脚背一波如果能够挑到身后的话，吴磊这个速度一起来又是一个单刀，没错，这个处理没毛病，对，哎，能看出来这个意思。科维奇，王春超，哎，王春超想外脚背、啊、看看南京一怎么调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嗯，河南队这边王善元身体情况还可以的话，现在上去打个半个小时，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作用。是。这个球又是出现了传球的小失误。啊，这边王善元，包括杨毅林，还有钟义浩。钟义浩其实也是能够改变一些局面的队员。嗯。杨毅林也可以，他是泰山出来的，嗯、啊，曾经短暂的在西班牙啊踢过，然后后面到梅州啊，他在边路有一定特点，但是钟义浩呢也是啊，钟义浩之前的比赛也是有替补。那王上元就不用说了，是吧？刚才这三名球员是登场概率比较大的。阿钦鹏敲回来，扣得漂亮，再往回推，再挑，直接起。黄瑞峰，在中路这个位置啊，感觉黄瑞峰还是要稍微欠缺一些，哎，对吧？特点不够鲜明啊。阿钦鹏、科维奇，这是机会，外围打一脚，好球！好球，看看反向能不能跟进更快一些。哎呦，好球！哎，不错，打一脚往中路，哎，冯静。但是冯静最后呢，这一下射门一般，但是跟进的速度是好够可以的。哎，因为当吴磊这边一拿球，我们第一反应就应该是反向是比较有威胁的点。嗯，刚才中间是好像是巴尔加斯吧，好像有点着急呀。哟，张琳芃刚才封堵，可能科维奇的这脚射门啊，啊，是不是脚腕有点震到？是。这个治疗，嗯，真的没太大用吧？这哪喷得进去啊？打门的这分量还是挺足的。是。奥斯卡要上啊！奥斯卡上啊，反正就是上来，我觉得稳稳节奏，对对吧？把握把持一下大局。这边魏正是能打的，但是呢，看这个情况，张琳芃应该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嗯嗯，问题不是很大。但是我觉得南基这边啊，也要抓紧想办法了。哎，对呀、啊，再不调的话有点晚了。动的好像比较晚了，哎，对吧？哟，把张琳芃换下了。哦，不是，张琳芃把队长袖标给他了，给他。对，啊、对对对。把吕文君换下了，没错没错，等于有一点对位的，嗯啊，奥斯卡上去可能也是会偏左一点的这个位置，是的是的。因为冯静呢，相比吕文君的话，可能刚才冯静有一脚射门，哎，等于间接助攻了吴磊，制造了进球。哦，河南队也换了杨毅林，嗯，换下了黄子昌。这样的话，这个杨毅林啊，对位王振奥，因为王振奥正好调到了左边。前点，李松义解围出来，阿钦鹏在边路，停得好，停带过，杨世元在干扰，王振奥两个人合力。这个球没有吹，也问题不大，嗯，对吧？齐达迪尼再给巴尔加斯，人球结合，哎呦哎呦，好球！给
奥斯卡，奥斯卡观察，想分边，但是这边呢保护的还不错。球再次回到奥斯卡脚下，再给巴尔加斯、齐塔蒂尼三个外援，在这个右边有点停滞住了。是，奥斯卡直接往门前给徐佳敏拨了一下，杨一林人球分布。别着急，球要传好。哎，王振奥可以转到后点，奥斯卡、麦德纳解围，来一脚，来一脚，哎呦，好球！巴尔加斯，巴尔加斯其实在大禁区线上等这个奥斯卡等半天了，没传，是弹回来以后的二点球倒是控制的还蛮好的，嗯，打的也还行，对。摆动腿有意识的往下磕的，是的、啊、就是怕这个球打呲或者打高了，没错。接下去的比赛呢，杨世元这边要稍微当心一点，对，对吧，他今天情况其实不错的，可以，哎，这个呢也是刚才其实杨世元跟阿庆鹏啊，我觉得还比较慎重，对的，对吧，他、要是我觉得身上没这样反啊，搞不好就下地或者就上手了，所以他应该是心里还有这根弦，哎，奥斯卡好球，哎呦哎呦，你同意，反正防奥斯卡有点费劲，还行这一家。王振奥，王振奥倒三角，悠悠倒地，科维奇身体对抗，还能拿到，背身往外转。杨世元，嗯，这个球应该是吹了出界，是不是？界外球啊，纳萨里奥，纳萨里奥呢是自22赛季卡兰加之后第一个河南队啊前两轮都有进球的球员，都进球，哎，徐浩峰来直接外球，李松一，麦德纳分边路，阿庆鹏背身，背身的阿庆鹏踢起来就没有这么大优势了。是的，而且现在阿庆鹏啊，客观讲年纪也上了，对吧？对，这个慢慢的他这个速度啊，包括持久性，我觉得他下降，对，就是他速度呢，现在应该还在中超啊，啊，还行，基本上能吃的啊，但是呢，就是所谓的持久性，就是他往返的次数，对，对吧？对。高速情况下往返的次数是不如年轻的时候，对，阿庆鹏这也31岁了，这还是回放那个球对吧，踢呲了、而且头也没抬，就应该是踢在脚尖带一些脚背的位置，是，但是他这个球一踢呢脚弓这边去，脚弓或者脚跟，哎，脚弓这边去，这个方向就不对，嗯，我估计下一场啊，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河南队这守门员要动，有可能要动，除非我们说替补门将和他这个差距很大很大，是，对吧？但是这个比赛还没结束啊，嗯嗯，还要看这场比赛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没错。这个替补门将现在替补席上有两个啊，一个是王金帅，这是之前从大连人过来的，还有一个就是河南队自己青训的史成龙。
打回来，燕君林。咱们说，最终这场比赛，假设真的是，海港以这个进球拿下的话，其实你看啊，真的这一来一回，这个门将很关键。对，燕君林扑了一个，这边门将送了一个，是对不对？哦，这个黄子昌下场之后啊，队长袖标给到李松义，打回来，直接往里转啊。奥斯卡，王振奥，好球，科，奥斯卡，哟，乱战，哟，还有，又有了，球进了，哟，王申超上去以后，在身后捡了一个，那王申超进了俩了，这个赛季，这个呢，就是王申超，其实他是在之前好多赛季，我记得应该是博阿斯那个赛季。就开始有左边传中，右边包抄，包抄，他老是能包。没错，就是王申超是一个特别爱助攻到禁区内包后点的球员，对，是吧？而且他这个包后点啊，除了后点投球，他还能到一个更深幅度的这个位置。嗯。看上去最后王申超。或者是齐塔迪尼，但是不是又是奥斯卡这边，等于他的侧动，对，对吧？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王振奥有一点做得好，就这个脚后跟，脚后跟，对吧？等于是你快速连续的第二次进攻，马上就转换了，对吧？回头了。本来你回传的话，也许你就通过倒脚再漏阵地。这个球可能也要看一看，就是因为传的一瞬间啊，越位，就王申超这下其实是。越位最后射的门，对，但是就是说，你看他到底是不是判这个越位，判这个越位，或者中间这个过程还要再看一看。对，因为当王申超这个拿球的时候，后卫已经落回去了。对，但我觉得看这个进球啊，又是要看多个机位。是，你看啊，先看这下有没有手球，对吧？头球顶，然后这是麦达纳一直干扰干扰。射门的一刹那肯定是不越位的，但是呢，就是在第一下头球后蹭的时候，王申超这边已经是有一点越位了，在越位之上。还有一个就是头球后蹭的这一下，就是麦当娜是不是有手球，对吧？但是呢，这一下可能是顶在手上，但这个手臂的位置还我觉得还可以、哎，我觉得这个位置可能判不太下来，就是手这个位置是判不太下来，但是王申超这个越位是有可能要吹的。就是他可能要从整个过程慢慢看了。对，因为你这个算是在越位置呢，获利了。对，虽然说你先这个镜头交代很清楚，先看有没有手球，第二个看有没有犯规，身后，对吧？最后再是认定王申超这下越不越位，越不越位，就看三个片段，那这个比赛要是海港这个球又越位了。那一场比赛四个越位啊，进球被吹，啊这边反正先不管结果了，先把王上元给换上来，然后换下黄瑞峰。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稍微有点晚。对，钟义浩。钟义浩换阿钦姆彭，阿钦姆彭。可能也是有点缺电了。所以这个要看，可能稍微会有一点时间。对。而且就是刚才吴磊那下蹭没蹭到也很关键。就如果吴磊那下蹭到的话，那还要看，就是王申超那个球就得从吴磊蹭开始了，就不是从起那一下开始了，对不对？因为你王申这个吴磊蹭的话，那又是一次嘛，对，传第二次的传球了。对，这个情况有点难办，蛮复杂的，蛮复杂的，对。如果之前都没有越位了，对吧？应该是要吹了。
这突然河南队的球迷又燃起了希望，对吧？因为两个的话，可能这比赛就没了。那传的一刹那都是好的，对吧？第二次你等于蹭到了，对，就是越位。越位。如果是没蹭到，直接打在麦当娜身上漏过去的是好球啊，对吧？就这一下越位了。就应该还是认定就是吉塔迪尼应该是蹭到一点，因为你不蹭到的话直接过去等于是一个好球，就是吴磊蹭到了头球，头球，头球吉塔迪尼啊。有反过来河南队这边有一个这个定位球，应该说位置还不错的啊。是不是场边儿孙翔是吧？给孙翔一张黄牌。对，今天反正上海港队在这个越位的问题上啊，稍微有点倒霉啊。哟，传的还可以的头球，怎么样？再来一脚，邓金奇，方向对了，但是身体重心有点后仰，没有压住。徐昕、古斯塔沃，都是伤愈复出的。嗯。还有沈子贵，嗯，那这个换人，看看啊，沈子贵也是属于前锋、边锋、中锋，哎，嗯，看看怎么换啊。而且古萨沃刚过生日，刚过完生日，昨天是吧？哎，29号，往回，哎，还往里，啊，这下。年轻人还是蛮猛的，嗯，如果说比赛踢到后面啊，有点经验的，就是往回一，往回，对吧？啊、王振奥啊，他还是攻强守弱，对，他攻还可以。你身体一般，但是呢，挺勇敢，挺勇敢啊。他攻还可以。徐浩峰也吃到了黄牌。我在想啊，啊，那冯静肯定要下，对吧？对，接下去冯静肯定要下。嗯，后腰换一个杨世元，我觉得为什么呢？因为他黄牌，黄牌有危险。那接下去是不是有可能啊？巴尔加斯，对吧？巴尔加斯，巴尔加斯给。稍微轻了一点，稍微轻了一点，对。巴尔加斯卖力还是挺卖力的，对，而且他人球结合蛮好的，对，啊，他传球那下呢，反正肯定没有奥斯卡好，是，对吧？他挺敦实的。冯进应该是要下，这边可能也体能差不多了，对吧？哦，换吴磊，换吴磊了。吴磊因为也是国家队这个。问题哎，冯静这边确实抽筋了，是杨世元下对吧？这边上的是古斯塔沃、徐昕、沈子贵，嗯，对吧？下的有王世元、吴磊、冯静。对，下半场我估计补时啊短不了，对吧？但是上海港啊不能大意啊，这第二个球只要不来，这一个球不稳。对，而且河南队呢这边
像中一号王上元也已经上了，嗯，对吧？就如果刚才王申超那个球算进的话，哎，那这个换可能意义就不大了。是，但是呢，没算，这个一个球的分差，应该说，荷兰队这边是有机会。对。吴磊这边还是下了，本来想坚持一下，哎，还是下了。三次射门，一个进球。也可能要聊一下。对，吴磊呢是肯定觉得体能还可以，对，哎，不大想下。对，但是呢，主教练这边还是跟他做一个合理的解释沟通，没错。科维奇投球摆渡，王振奥回严俊林，横向的传球，王林鹏左脚起，古斯塔沃来冲。这个古斯塔沃从2020年7月开始参加这个 K 一联赛以来啊，他为全北现在一共啊是制造了46个进球，34球12助攻，哦，比其他的队友至少要多制造14个球，就是同期啊，从他开始打 K 联赛以来。然后呢，他还参与了这个12个头球进球，比其他队友至少要多8个，就是说他呢整体来讲这个空中能力不错啊，制造进球的好球没过去麦达纳啊，今天麦达纳是没问题。对，这要不是说徐佳敏这个失误啊，反正这个平衡估计还在，还在，对，哎，这个平衡估计还在。这上来古斯塔沃之后，我觉得可以打打高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啊。但是呢，海港这边只要奥斯卡在的话，中场有调度。那一般很轻易的打高球呢，也不大愿意。是的，但是边路咱们看看，哎，传中的机会，对，就这种的。边路传了以后呢，古斯塔沃还在外面呢，还没来呢。哎，因为古斯塔沃呢，之前两场也没有打，因为伤病，所以说可能还是要和球队有一些磨合的时间。但是现在咱们说1-0，可不是一个无压力的磨合状态。对的，对不对？但这段时间呢，河南队好像进攻有点没太大起色。是的，下半场啊，河南队打得不如上半场。嗯，纳萨辽来到了角球，河南队这个定位球一定是要利用好。对啊，现在运动战打的情况一般嘛。今天定位球角球的这个次数呢不算多，不算多，但是总是在有，是啊，3-5分钟总有一个。对，纳萨辽给后点，哎呦，来了。科维奇，科维奇，赛前就在说他这个投球的能力确实是强，而且咱们一直在聊着1-0不稳的呀，对呀，对吧？定位球抓住了，河南队扳平了比分，1-1。哦，科维奇开壶了，这个投球顶的确实是漂亮，嚯啊！是刚才爬那个架子下来摔了是吧？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是吧？哎，你看他起跳、滞空、停顿。而且最后还能够发力，嗯。再看一下，跳，腰腹，停，哎，最后点的这一下，有球速，是吧？而且盯他的还是蒋光太，光太盯的算是不错的了。是的，这没办法。我，你知道，我个人觉得穆斯卡特，在这个阶段。那个2-0没算，给我换的有点多，一下3个，哎，是吧？
其实我觉得可以，因为慢慢一个一个来，对，因为你一下三个，对于整个体系的这种影响是比较大的。对，你可以甚至可以换俩。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是不是后悔把吴磊换下去？对呀、啊，对呀、啊，对吧？是啊，就是假设咱们没解说这个比赛，我没看这个比分，把吴磊换下去，我以为明金收兵了。就两个，我以为可能80多分钟两个，哎，我以为80多分钟两个球了，可能明金收兵了。但实际上，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就是现在是一个，嗯。蒋光太，张琳芃，而且这个加上伤停补时，我觉得这个比补时得往5分钟以上走了。我觉得都不止，不止、啊。按照今年那个竞比赛的这个规则，可能不止5分钟。第一轮海港打武汉三镇，上下半场各补10分钟。对。所以说这个比赛其实时间还是蛮多的。给到左边巴尔加斯，巴尔加斯内切，右脚起头球，哎呦好球，后点。哎呦这个脚，哎还有左脚。陈子贵反击往前挤，钟义浩，钟义浩这身体也挺扎实是吧，他这个块儿也可以，挺敦实的，挺敦实的。对，直接的长传大了点儿。前两轮科维奇没进球，哎，对吧？这一轮还是有能力。是啊，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期望进球，这个呀、啊，先来看，应该就是这个预期进球啊。这个平常咱们可能有的时候，欧洲比赛比较多，差距，对啊 ，XG。这双方差的不多的、嗯、啊，就海港队的这个预期进球也不是算特别高，对，但是荷兰队的这个预期进球也不算特别低。哎呦，嗯，整体来讲接近于双方现在这个1-1的比分。张琳芃再给到路，齐塔迪尼，奥斯卡回，转一下，嗯，右路呢有点太密了，蒋光太由后向前出现了失误，不过马上还能够反抢回来，齐塔迪尼再分边。陈子贵看上去还是比较瘦，嗯，对吧？身体可能还是要上一上。托维奇，王上元转，这几下王上元力量都有点大，包括那定位球可能上来，这个体能比较好。王振奥。球动起来，哎，别放在原地，是，这个就没变化。是的，徐昕的出球受到一定干扰，看到一个角球，巴尔加斯拿一个角球，刘浩峰过来稍微干扰一下。比赛已经89分钟了，目前的比分是1-1。角球开启，哟，漂亮！进了，我回一个角球。哦，这边是张琳芃。哇哇，张琳芃这个头球啊，应该也是能够发泄一些心里的这种愤懑。啊，也是一个经典的抢身前、抢前点，很脆。是。所以说这个定位球现在的利用啊，非常非常重要。对。
最后80分钟过后，短短的几分钟，各自抓了一个角球的机会。是，就这两个角球其实都是蛮经典的，一个是前点，一个是后点。没错，对吧？后插上抢身前的这个位置。是。这个球张琳芃啊，头球非常强势。2-1。这个进球可能对于海港来说，是格外的关键。是的，而且对于张琳芃本人来说也很关键，也很重要。这样的话，看看下半场补时多长时间？12分钟。那这个比赛还没完呢，还没完。12分钟发生的事可以有很多很多。没错，这个进球其实对于张琳芃来讲的话，其实上个赛季因为张琳芃联赛我看没有进去，他其实有段时间没进球，他来海港的这个就是说从恒大来海港的第一个赛季有一个进球，然后2023赛季是没有进球的。所以说这个进球对于他来讲还挺重要，再一个有点铁树开花的味道，是吧？作为中后卫来说，前场定位球角球一个赛季下来多多少少是会有一些机会。对，这个还没到可以耍起来的时候。没错，我看打了王申超，哎呦，这个距离太远了。当然这个停完以后的节奏呢，这个步点肯定是自己已经这个惯性出来了。没错，但毕竟这个距离这么远的话，这个时候还是要保持一些冷静。换下那咋料，换上冯博源。冯博源之前的两场比赛打的时间都不多。这个补时的确是13分钟。13分钟。刚才字幕应该是有点问题。DJ 喊的那个是13分钟。13，对。哎呦，连续两下都是犯规。应该都是有些犯规。那肯定是裁判会给到偏前位置的这个位置。这个是海港谁又抽筋了？而且这是拿上来一个小纸条给了王上元，或者是他自己准备的，自己应该是之前准备了一些功课。真的，现在这张小纸条好像是不是又在顾一浩这个手上了？王正浩这边有点抽筋了。他今天消耗是挺大，对，一会儿左一会儿右，而且来到左边之后还左右前后，对吧？他这个幅度是大的。是的，王上元给到后点，好像又是角球。这一下盯麦德纳的是古斯塔沃，是。又来角球了，又来角球了啊！看看小纸条，我觉得看管不管用。王上元，小球开前点，机会打到！哇哦！但这下不着急，是不是有手球啊？对，一下是不是有手球？有，如果是手球。不认定的话，最后这个运气还不错。当然，严俊凌在门前这个反应还是够快，还是够快的。是的。这后面这几次定位球啊，河南队我觉得还是挺有危机。是，前面利用的一般。哎，
你又拿出来。应该他俩一人一个，啊，王上元一张，他一张，钟义浩一张，小球，开前点，直接来一脚，打哎呦，接力，哦，够乱的，啊，这个后场够乱的啊，李导，我觉得他这个秘方啊有点用，这个就是，其实你说战术啊作用多大未必，这个有点。扰乱军心，哎，让你心里面老琢磨他在想什么，他在想什么，哎，而且这个有点什么呢？感觉像考试，临阵磨枪，哎，对吧？不亮也光，开出来，哦，但是连续的这几下角球啊，王上元发的质量还是高的，是的。而且我觉得落点总体还是有点变化，嗯。界外球掷出来，徐浩峰。后场的长传，往前端，后插上，好球，机会。面对门将空，再传门线，空门打。哎呦，陈子贵，奥斯卡自己就是不大想起脚呢，自己起脚也可以啊。是的，就是如果小搓射完全是没问题的。这巴尔加斯给的奥斯卡，扣这一下相当冷静。哎呀，哇，这停球不好，嗯，左右脚停，球弹在自己左脚上。而且这一下，我估计就没想到奥斯卡会传过来，哎，是的，就准备不充分，嗯，那导致最后停球质量不高。是。后点，机会，巴尔加斯撩一后，球进了，哇，球进了，巴尔加斯锁定胜局，这也是他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哦，这脚球打的确实是精彩，距离也够远的，嗯啊，但是这一下呢不是常规，我们说在这个位置右脚撩一下，往往往远门柱这个上脚走的会比较多，对，但它是个近脚走地面的，我觉得这个近脚门将多少又有点小责任，嗯，是不是？再看一下，哦，但是。很连贯那个动作，但是再看一看啊，就是古斯塔沃还是蒋光泰？古斯塔沃，这下是不是在禁区里面第一落点争夺上，嗯，有没有犯规？对吧？他这个也是撩一下，撩一下，嗯，但这个近脚守门员，你说有一些责任，有些，我觉得有点责任，毕竟近脚，对吧？毕竟近脚。这个禁区内争顶，我觉得应该不能再吹了吧，问题不是很大啊。而且这个球顶出来啊，如果没看错，好像科维奇顶出来。但是呢，古斯塔沃，有干扰，有一个肘，有个肘是吧？肘有点压，哦，好像没问题吧？就吹罚有效了，有效，那这个比赛就没什么悬念了，没什么悬念了。嗯，球传起来，好的。球走得快一些，奥斯卡，奥斯卡提速，奥斯卡想分，马上反抢，嗯，直接传中，麦达纳，中路，王上元，稍作手部的一个干扰，给了黄牌。主要是这个球呢阻止了荷兰队一个反击，对，然后态度呢也不是很好，马上的一个半人啊，任俊林，感觉下一场徐佳敏这个位置啊悬了，
而且刚才其实大神提到过这个其他两个二门三门，感觉也应该差不多啊。你看这个后面这进球全都是角球定位球制造的，对对吧？你看这个球实际上也是通过一次角球的进攻啊，对吧？嗯，这个进角守门员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是有责任，是吧？其实你说球打的确实是不错的，但是守门员如果反应快，我觉得出去的可能性是有的。嗯，古斯塔沃，王振奥横传，蒋光太。这场比赛的四个进球有三个是在角球进攻当中产生的。主旋律是定位球，哎，其他的球就是守门员稍微有点失误。没错，门将大脚，古斯塔沃干扰。塔沃防守球没过去，背身，冯博远。这个第三个球一进啊，河南队这边可能心气儿上啊，整体来讲还是会有一点受影响。但是问题在于像这种比赛啊，嗯，特别奇，作为河南队来说，先越位，嗯，输的心有不甘，对对吧？是的，就是挺窝囊的感觉。没错。那你索性，确实踢不过人家，也就拉倒了。是。就有的时候门将的这种失误呢，的确是会稍微对心态啊比较泄气。对，哎，就比较累。王振奥。一分多钟啊，这个海港估计也就把整个队形能够撑开来一些，倒一下了。嗯。后场的长传，好球，塔沃。哎呦，没有做连接。哎。啊，这下如果奥斯卡连接上的话，这个中路是门洞大开的。嗯。就接下去的比赛，古斯塔沃如果作为一个中锋支点，我觉得可能对于海港蛮有用。那肯定的，对吧？是的，蛮有用，蛮有用。而且从他这个边路传中的抢点能力上来说啊，应该是不错的。没错。因为刚才我也聊了他在 K 联赛的一个数据和投球的数据，对吧？整体来讲的话还是相当出色。海港的主场也亮起了闪光灯啊，点亮闪光灯，给球，给这个整场的比赛制造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庆祝胜利。中腰号角球，又是角球，哎，这个角球可能就不会那么着急开了，时间也到了。对，因为有两个球的这样一个分差，所以也没必要打一个短角。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这场比赛，上海港在主场3-1战胜了河南俱乐部九组杜康。这场比赛呢，河南队的门将徐佳敏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失落啊，因为可能在这个特别是第一个丢球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嗯，赛后我们也听到现场呢是把最佳给到了张琳鹏。哦，吴磊帮助海港队率先进球，张琳鹏帮助球队反超，巴尔加斯一锤定音锁定胜局。而河南队这边进球的是科维奇，
上个赛季的球队队内最佳射手。整场比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精彩的。上个赛季呢，上海港在客场输了个1-3，今天的话回主场打回来个3-1。对，我觉得相对来说也算是报了一个小仇。对啊，而且呢，我觉得海港队呢在下半场踢的要比上半场要更好一些。当然下半场呢，我们看很多的一些伤员的回归啊，确实也给到球队带来了一些变化。是，而且呢，我觉得可能这场比赛其实从数据上啊。海港应该是占一定优势的，但是呢，实则我说，绝对的这种机会的出现，双方差不多。对啊，但是呢，一些小的细节，包括我们所说守门员的一些失误，哎，会导致整个盘，整个大的盘会被翻掉，胜利的这种天平可能会倾斜。对，再一个，我觉得，对于河南队来讲，就是机会的把握。你说上半场有没有机会？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机会的。对，哪怕这些机会你不能说都把握住，哪怕你把握住一个，比如说阿庆鹏那个单刀打进了，或者说阿庆鹏在禁区内的那个机会有把握啊。当然，黄子昌那个推射啊，对，科维奇那个推射，假设把握，对吧？咱就不说黄子昌那个可能空位的射门了，对吧？所以说整体来讲，可能在这种细节的把握上，你有的时候这边浪费一个机会，那边你自己门将又送一个，对吧？这一来一回，这是两个球，不是一个球啊。而且你送完以后呢，其实本身呢，对于所有的球员来说，心理上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这种压力和考验。没错，要去追这个比分的话。又没有绝对的实力优势，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踢起来确实是比较困难，比较累，比较困难的。我们也回顾一下整场比赛的一个情况啊，实际上这个全场比赛呢，我们从上半场的一个表现，河南队这个不错啊，下半场呢可能河南队略有下风，但是我觉得最后阶段河南队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定位球的利用，角球还是制造了一些混乱，就比上半场要表现好很多了。嗯啊，因为从定位球的一些处理上来说，特别是王上源上来，我们说连续几下的角球质量都挺高的。是，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全场的集锦啊。这个整体来讲的话，这场比赛从一上来，两支球队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剑拔弩张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到下半场的这个失误啊，徐佳敏的这个失误导致了这样的一个进球。回传了以后，其实，在比赛过程当中，徐佳敏的这一些。这个右脚的摆动腿时间一看就不对了，出去就有可能会踢在冯静这个脚下。是，所以我们还是在比赛当中聊的，就是可能对于一些外教来讲，因地制宜很重要。嗯啊，你可以结合了一些先进的东西，然后当然你也要结合中国球员、国内球员的能力，对对吧？进行一些安排。这是科维奇的那个。头球的确是很强势，我说能力压蒋光太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是属于角球破门经典的这个后点破门，后点破门、而接下来呢，海港这边张琳芃呢是一个经典的前点的头球破门。是的，起跳又早，而且呢滞空就等着这个来球，球到了头这个位置以后呢，还有一个小点，有一个发力。嗯，张琳芃这个是从蛮远的位置一直前插到前点，抢到了防守队员和自己本方这个队友的身前，很典型的一个抢前点。哎，张琳芃这个球，我觉得对于他最近压力的释放，我觉得挺重要的。对，而且也。很是时机的把当场的最佳给了他，是的。
这个球你说巴尔加斯呢确实停射处理的是不错的，哎，连贯，但是呢说实话门将这种球，而且李指导你看他其实站位不是说很靠那边的，对，他还是偏就是他的右手边居中偏右，居中偏右，对吧？我觉得他还是下地，你看一个是有点慢，再一个我觉得他的手臂力量不好，挡不出来，哎，是吧？你看他其实碰到了，嗯，对吧？对，但是就是说球没有挡出来，嗯，啊，我们赛后呢也看一看赛后的这个采访，应该是给到了本场最佳张琳芃赛后的采访，看看他说些什么。问一下，今天这个阿奇姆彭给你们防线是不是带来挺大的压力？然后你们是怎样去对他进行一个部署？就阿奇姆彭我们已经很了解他了，他的一些特点，然后我们也在赛前进行了分析。今天就是感觉你们进球之后，就你进球之后特别兴奋，因为也知道你之前国家的一些那个，是不是有没有把之前的郁闷今天全在这个进球之后宣泄出来？也没有什么郁闷不郁闷的吧，因为球队进球了，然后我们能够反超，这是件很高兴的事情嘛，然后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感觉今天你们国家队回来几个队员表现都特别好，然后你们是怎么做到无缝衔接的呢？就是尽快去调整吧，教练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这个自信，然后给我们调整的这个时间，然后能够尽快的和球队融合在一起。因为长时间没有和大家一起磨合，感觉会有生疏感吗？或者说教练有没有给你们灌输一些什么样的思想？没有什么生疏感，就是一直按照我们的这个思路来，然后去打这个现在最先进的这种足球吧。我觉得张琳芃聊的还是比较实在，对对吧？这个也比较直接，这个可能对于他个人来讲的话，他也强调这个可能在国家队不是说所谓的郁闷，嗯，对吧？可能这个没有说是这个其他的这个想法啊，其实更多的还是把精力放在俱乐部上，帮助球队来赢球。对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对于张琳芃来讲的话，就是他的这种对于中国足球的贡献。包括他在俱乐部生涯，在恒大也好，包括在海港也好，其实是他们这一代或者说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对，确实，因为作为张琳芃来说，在这个位置上能力还是属于比较强的，所以我想，他之后其实也是表态了，只要国家队这边需要的话，他还是义不容辞。所以我想，作为这些老队员来说，最后的这样一届的这种比赛，是不是能够帮助到球队？另一方面呢，把一些年轻队员呢能够顺势的也带出来。没错，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本轮的一个赛程还有赛果的情况。中超呢，其实这一轮完成了一多半的比赛了。这个赛季呢，深圳新鹏城啊，这个在这一轮也是打进了这个自己的进球，2-2和沧州雄狮战平。另外的话，北京国安这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倒钩进球，1-0战胜了武汉三镇。这个赛季的话，可能武汉三镇啊，的确整体下降比较多啊。而另外的话，成都荣城则是凭借着周定洋的进球战胜了南通智云，这是前河南的后腰，对吧？这个青岛西海岸作为新斑马也是1-0取胜，这是里亚斯科斯的进球，在青岛德比战当中取得胜利。而上海海港我们给大家转播的这场比赛呢，则是3-1战胜了河南。而金门虎将会做客去到长春，而本轮的焦点战则是山东泰山将在主场面对上海申花。两支球队近几年可以说在关键赛事当中经常相遇，是啊，鲁沪大战在本轮将会上演。另外的话，浙江将会做客去到梅州来挑战梅州客家。好的，今天这场比赛呢就为大家带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但是今晚我和李指导的这个解说任务远远没有结束，在凌晨1点还有尤文对阵拉齐奥的比赛，还有凌晨3:45米兰对阵佛罗伦萨的比赛，欢迎大家锁定咪咕视频和移动高清为大家带来的比赛的转播。感谢球迷的收看，感谢李彦指导的点评，我们晚点再见。再见。